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Michael 啊，李家国地产条件靓仔分享嘅，欢迎大家收睇李家国 KOL 睇真本啊。今日带大家嚟到康城站嘅，日出康城第六期 LP 六五座极高层嘅 K 室单位。咁啊，未睇过单位之前，不如简单介绍一下 LP 六俾大家认识一下先啦。由南丰、远洋、港铁发展嘅 LP 六。是2020年入伙，单位总数有2392伙，车位总数有479个。好了，入到来的单位，露台方向望出面是西北面，景观远望开阳。单位原装设计，开放式厨房。主人房放了大衣柜和四尺六尺的双人床，位置尚算宽敞。客厅亦都摆一个陈列柜、梳化、电视柜、茶几，位置都相当之够用的。好了，单位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。如果你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俾电话我 Michael 啊。多谢晒，拜拜。